这可恶的小表妹包夹整成这样，这一次粉丝们纷纷磨好了刀，就等着我抓住小表妹了。我这就去找小表妹。小表妹，你在家吗？奇怪了，家里没人，难道是在楼上？还真的是。小表妹，我叫你怎么不理人呢？啊，我没听见啊，什么事情表姐？表妹啊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母猪上树了，小山羊还会飞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表姐，梦境都是反着的，说明母猪不会上树，山羊也不会飞。不可能，很真实的，就在我们后山腰。那你带我去啊，我就不信母猪会上树，母猪要是上树我就是王八。那你跟我来，肯定有。小妹妹，你快看，这母猪都上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几只母猪一起上树了。还真的是，不可能吧，母猪真的能爬树？是啊，你看这周围还有小牛上树，连山羊也在树上遨游，可欢快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表姐，你是不是设计了什么陷阱？中间这棵树干不会是远程遥控吧？不是不是，肯定不是，你看都没有连接电线。表姐还想让我姓王八，想得美，看我破坏你的妖术。哎，表妹，我可不是坑你啊，是你自己非要这么做的。小妹妹，现在我们是要清蒸还是红烧呢？